市场地检路国小女生团体组太平国小大南国小进数字第四场地检路吴大师比比哦，对对，好听。什么意思啊？就是吴大师 B B， 他姓吴叫大师啊，他妈妈叫啊不，他的老婆叫 B B 哎。哦。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太太叫 B B 哎，吴大师 B B。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就叫做吴大师 B B。喂，你们在干嘛？在笑？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大哥，坏，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呢？对，海绵体的啊 ，B B 是洞口。对，桃山村的不，不好意思，扯远了。喂，你有点。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就桃山隧道的意思。桃山隧道的意思。加油！恭喜的年轻人这样，如果要再喝，加油！你喝到底，加油！加油！加油！是吧？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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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那个德鲁古话、泰鲁格族话哈，电影里面那个邦嘎有一句，叫干尼娘，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他们黑不不熟。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他们黑不不熟。他们黑不不熟。哎，好，蛮快速罢了，谢谢啊。Thank you.
海龟在这边生活。他是他们自己要照的，你现在别人在照相，你拍他们干什么？对不对？人家是有肖像权的。OK， 谢谢你。这公开活动讲了吗？公开活动我们是大会，我们有权利可以邀请哪些人可以来摄影，哪些人不能摄影。如果你现在的影片如果拖到网上，我们可以主张，因为这是我们是大会主办的东西。香港交代员，谢谢你。香港交代员，我是裁判，我是会场管理，你可以针对你终于要我找你交代了吗？不是，我是会场管理，我用我的管理的权。大会报告，我们跑到紧接在后的是桃园区卓溪乡、海端乡、卓溪乡、海端乡以及延平乡。大家都不要为难，好吗？可以吗？画面够了吧？好，现在进入最后一圈。对不起，我们禁止你拍摄。大会报告，我们大队接力是禁止。警察，我不会找警察，这是我们的场地，这是我们的场地，我们禁止你摄影，请离开。对不起，你可以在这边观赏比赛。香港交代的是不是？不是，不是香港交代，一点。大会报告。跑道上现在马上要进行的是射男组800公尺的决赛。你为什么不能摄影？介绍到此。我们有权利。第一道信义乡。你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都有记录。延平乡，在网络上也欣赏过你的大作啊。第三道，我们这么会卓溪乡，好吗？第四道，大家互相。桃园区，这不是自由。第五道。桃园区，我们大会，我是大会的会场管理，我来。海端乡，第八道，卓溪乡，谢谢你，好吗？大家一起帮忙。陈先生，你到底要怎么样？我现在，我现在要摄影怎么了？你现在如果啊，我们达成一个协议，如果你躲在一个角落，我没看到你就算了，好吗？跟女朋友看一下，你是没有被我的懒觉打过吗？怎么讲？我这个我不太干净，你是为什么？美沙苏乌达斯姆，这样吗？美沙苏，不是，我先问一下，美沙苏什么乌达斯姆这样啊？什米巴，对，找一个字了。美沙苏什米巴，什米巴乌达斯姆，这样才可以。美沙苏什米巴乌达斯姆，你是欠我的懒觉打的，对哦。来，我不要理他们。来，
紧张什么？紧张的。你在紧张什么？那喊妈的，那喊妈的。以后想做什么工作？可能是那种也很嗨的那一种。哪一种很嗨？啊？什么叫很嗨的工作？很嗨的是什么？就是那种喝酒然后很嗨搞笑的那种。还是被拍吧。想当那个大饭店的老板娘哈？那你呢？啊？你要想做什么工作？但是 pub 的。什么工作？ pub 很多啊。喝酒啊，还是要喝吧，原住民。你会喝酒吗？会啊。几岁就会喝了？这个不能讲，从小就要练，从小开始练习。我们现在要去，你知道的。国小吗？一生出来的时候。哦，一生出来。对对对。妈妈怀我们的时候就喝了吧。妈妈怀我们的时候就喝了吧。妈妈怀我们的时候就喝了吧。你是酒精宝宝吗？对，酒精宝宝。炮友怎么翻？乌拉拉木恩。那如果你可以讲乌巴布登古大一下，你要堵住他小便出来的地方啊！我是太巴朗的土生土长的金虫。怎么样？这样考试啊？为什么会有这种考试？我第一次看到。因为
我们现在是比较专注于那种身体上的探讨。哦，身体。这个什么时候变成考试用这个手势？因为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是一个专业的手势，像嘴巴也是有专业的术。用手去抠鼻，那个抠鼻怎么讲？丢丢啊，不给。丢啊，再一次，再一次，慢一点。丢丢啊，不不给。丢丢啊，不不给。丢丢啊，不不给。哎，哦，非常。抠鼻。啊，嘴巴的怎么？嘴巴是这样，这样。然后有时候这样，不要乱讲啊。再多一点，看有没有更灵活的动作。更灵活的吗？这样吗？对。哎呀，前戏舔 B 哈，舔那个不给，那个舔不给怎么讲 ？Nach nach do bu ge 啊 ？Mi nach nach do bu ge。Mi nach nach do bu ge。哎。哦。好了啦，这不做了啦。再做一次那个刚刚那个考试嘞，再放在脸部上面。比脸部的考试这样。嗯。你怎么那么强？傻小啦！我有 A 级这样执照的样。你应该是国宝级的。我刷牙都用牙，我刷牙都用舌头。五大士比比。